宫廷用地嘞，啊，我想不得不让我们怀疑，他背后是不是有其他的政治目的跟算计在里面了、啊、哈？不过就实际上来讲，以这种的变更计划呢，在咱造成咱劳动的定产的产值哈、啊，已经无端蒸发超过12%以上。我想骨一个就是未来呢，咱伫劳动局要推动定增。要咱要筹措这个裁员啊，势必造成重大的影响。所以，咱代表会除了要提出严正的抗议以外，咱嘛要强烈的要求我们劳动政工所一定要全力的护卫我们劳动证明的权益，也要全力的护卫我们劳动证的正常。